各位朋友，安今嘛要来秘境行踪哈，要来找咱这个基本靶场吼，啊，咱这个看去后壁迄个是冬至，迄、那个杨柳鱼甲犀牛鱼吼，这个是靶场的入口处，有一个要做暗空的观星吼，看银河的靶场，无迄个凉亭啦啊。这是桂林靶场嘿。现在就是这1500的白果哈，啊，要来找证据啊哦。这就是白果内底，啊，有人写字吼，啊，若有看到人，你就爱家己出来认领啊。这个，那白果内底。本色比较可能，这是三八的所在，百果的对面吼，有一地哈，看到人聚集留言嘿。即马伫靶场内，外口在看看哈。这个是咱的九哨，哦，九哨的开。啊，即马换要来九哨啊嘿！哦吼，这下昏呢，拢盲头。朋友啊，这是不是恁熟悉的一条路吼？伫遮哈，这地是要入去恁九哨头前迄个条啊哦。九哨的兄弟啊，遮就是要下坡落恁九哨的所在哈，你有去看到恁碉堡未？啊！你眼前海景，你海景，你再镜头海水，一只吼，这就是恁的流水，流水河的卡，碉堡的卡，碉堡哈。先对下卡面这个吼有缺口的所在，恁先来甲拍照存证一个哈。这是恁熟悉的通道哈，这是另外一边吼，另外一边。这就是恁下骹面的锁口哈，下骹面这个锁口。安尼来听，即马就是要开始行这个另外一边的锁口，啊，这规个拢放去了。真歹行，好嘞，唔系咯，好，哎，阿弟，这个下骹边有一个阶梯，吼，两对电管器爱扛起来，啊，这是另外一边的锁口嘿，吼。俺下骹行了哦，我要去个顶馆的哨所九哨啊哈，还三五啊，放呀！我了这间可能有较早的囤粮哦，仓库间来看，啊，因为中山市
挂浴室、卫浴、厕所那个地方，哦，存卫财。这里呢，洗手台，啊、哦，卫浴、厕所这些。那厝内底的锁孔哈，妈妈，红色孔的。里面卫生间，啊、哦，这机枪。到此为止啊，农业完毕啊。